哎呦，还能还可以放个球上去。哎，这个有意思。这干果壳怎么没有盖子啊，师傅？哦，这个盖子透明的，你看一下。哦，太好看了。这北美黑胡桃木做的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核桃啊，文玩核桃。哇，这个东西做的真精致。哦，对哦，老板，你小心点，这个很贵哦。有多贵啊？这买得起我也不买。这么小的茶叶罐呀，师傅？对，这这做的也太好看了。你看，可以打开装茶叶的。师傅，这个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核桃放了一个这个茶道桶。哇，这个好看。老板，你喝茶了？我喝茶呀。这个放茶室里很有格调的。那个狗给我看一下，师傅。这个是小鹿，来装水果，装零食。这多少钱啊？3块钱差不多。3块钱。第一次见竹子编的水杯。对，对这个竹丝的话，跟头发丝那么细的。哎呀，我这个煤气罐这么好看。这是茶保温杯，用来装出水的，你看一下。哎，里面可以保温。这个喝水不会有毒吧，师傅？不会的，这里面是一个不锈钢，可以拿来装水的。里面还有内胆。冬天到了要多喝水嘛，这个。